越野赛不是只有包含土径、阶梯、整木，甚至马路都是我们越野赛的路线。环境上面最重要的，我觉得调整好自己的步伐跟呼吸，因为每一段要用到的力、用到的技巧都有一点不一样。哎，谢谢。欢乐，一起拍照，好不好？一起玩 ，OK。